2007年创世而生，历8年的瑞昱机电 ，BBM 已然形成了集矿业、产业、能源、资本、食品及工艺于一体的多元化业务版图。集团资产累计达数十亿美金，业务遍及东亚及东南亚，并与中国大陆等多家国有企业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宝安建立起从煤炭生产、储存、运输、出口的煤炭贸易一条龙服务体系，无缝对接中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煤炭需求。2011年，宝安吹响进军电力能源领域的集结号，宝安电力能源印尼有限公司已然成为东南亚一流的新锐电力能源企业。宝安，印尼政府廉租房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引导中国地产界未来数年间的鲶鱼效应，滚滚投资正涌入华语市场。成功将集团数十亿有形无形资产整合为5亿港元，再融资5亿港元，合计10亿港元，成为公司开发或控股项目首批资金。这就是宝安集团的腾飞生命线，宝安资本。在2020年的世界，每4个老人之中就将有一个来自中国。中国老龄化的大势滚滚而至，宝安该如何与这个新兴的世界对话？避而不前，感叹时光远去，亦或从危机中洞察新的希望？2014年。广州宝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广州成立，这就是宝安面对中国老龄化这一世纪命题给出的答案。宝安从衣、食、住、行4个方面逐步全方位发展中国养老产业。民以食为天，宝安的第一步正从食始，不安于生活的浮躁，不止于对健康的诉求，宝安基于关爱生命的初衷，升华为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细微处见真情，我们分享绿色、健康以及喜悦。宝安精选全球天然食品，从食品的种植到销售，从食品的运输到食品加工，细心呵护整个产业链的完美运转。那些用心的小细节所积累的品质，那些用超乎常人的耐心所凝结的时光，只是为了您脸上那不经意的笑容。梦寐以求 Dream It Taste， 宝安食品第一品牌。静思，宝安第一款产品白咖啡。宁静以致远，深思以悟道，不只是对味觉的挑剔，更在乎爱的体验，在乎对美好生活品质不懈追求的理想。宝安食品，让这一刻美好而永恒。正直、热情以及专业，这是宝安全体同仁对事业、对公益、对社会责任的全权姿态，运发强大的生命力，方有今日辉煌的宝安集团。
重塑新潮汽车文化氛围，激情四射的汽车生活步入寻常百姓之家。在东南亚领养在灾难和家庭悲剧中失去亲人的小孩子，供他们上学和温饱，直至现在已有250名的儿童得到救助。在宝安，经济与环保并重，效益与绿色同行。宝安不遗余力推行环保垃圾焚化事业，人人苛求的环保梦也逐渐照进我们的生活。观千箭而后识器，回眸历史，一个个坚实的脚步铸就了今日宝安的高度。展望未来，宝安2018上市的战略升级正乘风踏浪而来，明日充满挑战，我们群情激荡；未来充满机遇，我们亮剑出鞘。珍惜有限，创造无限，携手宝安，共筑美好大局，凝聚智慧，共创未来。BBM 宝安矿业建设集团。